起跑到至今为止，我们非常感谢，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包括我们的协办的各个厂牌、还有赞助单位、企业的赞助单位，真的是功德无量，佛心来，这个。所以你要好好谢谢人家，是吧？当然要了，所以在场朋友允许借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来谢谢我们的企业赞助单位，可以吗？ 谢谢他们的踊跃来赞助我们两个一起来谢谢他们哦。来，首先谢的是力宝月美娱乐世界，谢谢金门酒厂，当然谢谢南投竹山的紫南宫。我们要谢谢金家建设，金家建设呢今天是我们的总特助呢，介绍今天来到现场，是的，那维他露食品公司，我们谢谢财团法人，这是在聚合发建设。 财团法人维他露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聚合发建设，我们两个一并感谢。当然也谢谢清静有限公电视、新中天然气，谢谢。哦，谢谢龙宝建设，还有大成建设钢虾、扎打国际商业银行、玉珍新食品、全国大饭店，同时我们来谢谢就是茄美成品绿园道、经典绿园道，谢谢利民营造，谢谢细品精密工业，谢谢中华联合集团、华信航空。 文化大会馆、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清新温泉饭店、这里有温泉可以泡汤，还有乔山健康科技、新西兰下会馆、木兰汽车旅馆、台中大圆白、台中金典酒店、富王企业机构、富王大饭店、文王大饭店。好，我们谢谢台中，这是我们的中华电信。非常谢谢在这一刻在场朋友，也谢谢我们每一天来参与所有在场的民众。 同时有请我们的副市长跟大家来讲话。今天应该你最开心了。好，我们这边特别代表市长，特别谢谢大台中的朋友。那当然，我要特别谢谢所有的赞助厂商，那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赞助厂商，以及我们远从四川来的好朋友。我要特别谢谢四川省的志工市，以及香港，还有厦门的朋友。 来赞助我们的灯会，让我们今年的灯会充满了更多样的色彩，尤其是四川省的50万个瓶子的宝瓶的灯会，让我们见识到灯会之美。在这边，我要特别代表市长，谢谢所有赞助的朋友，也要谢谢所有大台中市民的参与。今天是传统艺术节的开幕。 同时也是大台中灯会的闭幕，所以这边我特别谢谢我们观光局的张大春局长，谢谢张局长。没有人欢呼一下吗？还有我们观光局的所有同仁，同时我要谢谢我们文化局的叶树山局长，谢谢你，他即将接棒传统艺术节。传统艺术节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清水、在东势、在丰原举办。 我们一直举办到3月3号，欢迎大台中的市民继续来观赏传统文化戏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今年有330万，大概390万的民众来参加中台湾的灯会。谢谢各位朋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一起来刷新率。小布市长已经把数字大概统计出来，有350万左右的朋友来参与啊。 340万，340万，你一个，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又多一个进来，对对对对，恭喜你，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原本呢，今天我们在舞台上方时间够的话，我们来抽出。
就是呢大奖评 Emmy 哦，因为我们希望能够送我们台中市的大甲区呢挤进全台湾最有看头的观光小城。是。那么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呢，其实我们谢谢所有在场三四百万人，其实我们通通都有投票这一系列以来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稍晚事后呢，我们会抽出这包括了1公斤的大甲平安米，还有妈祖的就是平安符。那么待会我们在后台的时候来做抽出。我要补充介绍李丽华议员。议员好。萧副市长，你要不要请我们的局长来说话吗？我要特别报告，就是大家投大奖，让大家能够进入台湾的十大观光小镇哦。那特别拜托各位哦，上网投也可以，或者说投影片，那不限次数哦，行，全部投嘛，不让灾难。哎呦，听讲你今日毛准备要投几啊届啊？因为看到大奖真的很棒，投一次。对啊，明天去拜妈祖，接了大奖又再投一次，再投一次，回家了看电视剧又不错，再投一次，每天都觉得很棒，可以可以，每天都可以投，没有对，有妈祖会保佑。叶局长，你说什么？没有，吃了大奖芋头好吃，又再投一票。对呀，我们大顺机长说，张局长也跟大家讲几句，妈祖会保佑，所以又投一票。来，光旅游局，光旅游局，谢谢大家一下。好，340万创佳绩，给我们鼓励鼓励。那刚刚副座也有报告过了哈，明年我们希望我们的灯会更精彩。那各位回去记得要投大甲哈，把我们的大甲观光小镇推到台湾的十大观光小镇。那妈祖也不必打给哈，谢谢。妈祖不必打给。那叶局长也说一下哈，你要接棒的人，其实是历年以来第一次哦，我们将元宵灯会传承在传统艺术节继续来演出。通常往年都是两大节目结合在一起。今年创举，所以呢，局长请说。对，新闻后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元宵晚安。很重要一点啊，传统艺术节跟元宵都会过去在一起。是。现在呢，没有分居，也没有离婚呐，也没有分家，是要接棒，这就叫做爱的接力。所以呢，当大家欣赏了非常棒的灯会之后，继续来关心我们的传统艺术。今天晚上的节目其实就是这两者的结合，是传统艺术的记忆，还有呢大家最爱的流行文化都结合在一起。而接下来不管是下个星期在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在清水，还有再接下来的星期六星期天在丰原的胡同敦文化中心，以及3月3号在东石的客家园区，都欢迎大家一一前往欣赏。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肖副市长，还有两位局长。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传承交接的仪式了。是吗？再一次要请出我们洪盛醒狮团，包括了张团长，以及这是我们所有的这是龙首，再次把我们的龙珠，还有我们的龙阵呢，再一次请出我们的舞台上方。对，这是我们的看到是我们的电光龙，又再一次来到会场，即将要来做观光艺术。张局长将我们的龙头呢，也交给我们的叶局长，两位一起手持，同心协力，也代表了接龙跟交棒顺利成功。所有现场朋友，给我们热情的掌声，好吗？做大合照，那么同时在舞台上方要再次的谢谢，在我们就是开春的这个表演当中，今年的传统艺术节，我们谢谢洪盛醒狮团，我们谢谢新传奖的得主我们的张远荣张团长，从90年开始呢，为我们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
现在舞台上方再次请所有的朋友给我们的小张吉祥副市长，你很专业，还有对，真的副市长你超专业嘛，我超好，对，我是正统出身的，好，哇，我们没想到叶局长你也对，包括了叶局长、张局长呢，把我们的龙头呢扛得高高的，也请大家呢继续来支持。接下来一直到3月3日的我们的传统艺术节，好不好？好的，谢谢，祝福大家。谢谢。现在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我们的一级长官，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个整点的这个主灯秀。大太平区的，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共度文化家花灯。今年呢，我们的飞龙在天呢，张大春局长，今天给你出演呢，鼓掌哦！哇！创纪录，创纪录！大灯大龙也创纪录，小灯也创纪录。文化呢跟花灯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大台中展现出我们的大规格，我们飞龙在天，庆祝大家龙年行大运，飞龙在天，吉泰美丽，李丽华祝福大家。谢谢，来自我们的李议员，谢谢。好的，非常谢谢今天呢，谢谢我们的长官，我们的主办单位，在这一刻呢，期许呢我们的传统艺术节所有的好朋友继续来参与我们台中市政府所办的活动。所以今年是龙，明年会是开放不一样的。哎，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欣赏这一位的是一位最佳女歌手金曲奖，对，单叶哦。是是是，对对，我刚才念伊的工业名，但伊无嘛，我至今改念一下吼。来，这是。对了，他国语叫做秀兰玛雅丹。秀兰玛雅，秀兰玛雅。现在我们就给我们台上的一级长官，还有我们的贵宾呢，一起掌声欢迎秀兰。秀兰